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你的生命有多精彩。呼吁那些自以为掌控世界的蠢货们，保持干净的人性独有的耐心，正常人的宽容，拥抱人性、耐心、宽容，真心拥抱多一点点时间，你会发现除你以外的人的生命精彩会照亮你的前程，你的生命因为别人的付出而一路畅通。如今的各种选秀节目，节目评委无疑是决定选手能否晋级的关键。然而由于评委的耐心或者水平有限，时常导致一些优秀的人才被 pass。 争议最大的一次事件莫过于发生在瑞士达人秀的一期节目中，与选手柯林成功登上达人秀舞台。他带来的才艺是现场做出一幅素描画，他不紧不慢地勾画出整体的轮廓，观众和评委一眼看出他画的是白发评委格雷斯。很快他又把女评委苏珊娜的轮廓也画出来，但是接下来柯林把整个画板涂抹得越来越乱，评委对于柯林的才艺越来越失去兴致，尤其是女评委苏珊娜率先按下红灯，随即和其他三位评委做了沟通，对柯林的表演进行了彻底否定，其他评委也纷纷跟随他亮红灯淘汰。柯林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表演已经被淘汰，但他还是坚持画完整幅作品。就在他倒转画板把白色粉末洒下那一刻，全世界见证了柯林的才华，画板上赫然变成了现场的第三位评委布里吉。评委约翰尼随即道歉，并且真诚地表示，因为柯林的表演让他们四位坐在台上的评委像是一群蠢货。评委布里吉愿意花$10万买下柯林这幅作品。白发评委格雷斯也上台和柯林拥抱道歉。人生中很多事情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它会有多精彩。珍宝岛爆发群体性事件。半个世纪前，珍宝岛由于成为中苏交战地区而闻名于世。现在，珍宝岛地区再度爆发冲突。2018年4月16日上午，黑龙江虎林市珍宝岛属于该市，大约2000人包括珍宝岛村民前往虎林市政府门口示威，要求当局归还百姓的土地所有权。2018年4月16号，黑龙江省虎林市政府门前大院，大家慢慢看啊，这是刚进虎林市政府的大院，现在是陆陆续续有人往里进啊。今天天气很好啊，现在就是目测一下子，人最低应该是1000人往上，大家看一下啊。涉及到3个乡镇的所有老百姓，阿北、虎头、珍宝岛乡。干啥？我一人干。这干什么？饭了，他还。
家看一看啊，这边是多少人？我先录一下，市政再照一遍，然后大家清楚看到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民政府。大家来看这边啊，我再说一遍，是2018年4月16号上午9点左右，虎林市政府聚集了将近2000多农民，为了土地确权向市政府讨要说法。把你们牌举起来，我看看来。再上这边看看啊。希望有爱心的人看见就转发一下这个视频啊。替虎林市的老百姓转发一下啊。李美清，石景山八角派出所警务公开栏，竟然是空白的，不敢公开所里警察信息，应该是怕我们认出来。殴打我和陈艳华的那群人就是这警务公开栏里的警察。那天八角派出所044018警察在询问我的时候，竟被一女子抢劫走我的手机，必定是警方做贼心虚。你们为什么警务公开栏不敢公开？在中国，网络信息贩子频繁的在网上非法买卖个人信息。中国民众经常收到推销银行贷款或房屋买卖的电话和短信轰炸。艺术家邓宇峰希望让中国民众质疑这种司空见惯的景象。他说，当这些讨厌的短信变成常态时，我们养成了麻木的无视和避免这些短信的习惯。多年后，历史会这样记载：庆丰元年春，当局以低俗之名查禁好物者之器，众不服，驱车广电衙门前笔道，以声明和事抗议。当局惊恐，不知所措，上急停既定南海之军演，仓皇返京安家。不几日，对策出，示意迅速摸底，并严禁车于道以声明和，违者罚金。好事者云：虽报前路遇相识者，尚可目视，今弗取也。断有快讯，青岛交警对路上鸣喇叭，低至滴滴的断有，会以违反交通法的规定为由，给予罚款100元的处理。真是道路已目，低至滴滴，一长两短按喇叭都不可以了。独裁者说谎不怕被揭穿吗？不怕。一，独裁者的谎言主要是说给信徒听的。二，独裁谎言一个接一个谎言，无暇辩解。举例，周五晚上联军导弹袭击叙利亚，叙利亚官方称击毁13枚联军导弹，俄罗斯官方称叙利亚击毁联军70%的导弹，比阿萨德自己吹牛还多。俄罗斯的话连阿萨德都不信，但在俄罗斯，中国大量人相信。八国联军进京时，慈禧仓皇逃窜，后来慈禧说，西方列强，清廷该亲哪个好呢？美国是好，不要钱不要的，还帮中国建医院办教育，但美国人要清廷把权力还给百姓，
说到底，这是要皇帝下台的。俄国人虽然要钱要地，但不威胁清廷的统治，还是亲俄好些。一百多年过去，此起的套路依然延续，仿佛还是昨天的故事。我们一直都知道日本军队对我们所有的暴行，但是其实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比日本军队还要惨无人道。在表面看来，1945年8月9日，苏联对盘踞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了进攻，迫使日本投降，是在帮助中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在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已经注定日本必须要失败。在此之前，苏联一直按兵不动。看到这样的趋势后，苏联为了能够在中国获得利益，对日本宣战，并进入中国东北，开始南下挑逃。苏联进入的东北，名义上是伪满洲国，为日本盟友，这给苏军接下来的暴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接下来，苏军占领了沈阳，抢劫了这里900多家工厂，甚至连供水、供暖等系统也遭到破坏。沈阳在苏军掠过后一片狼藉，几乎变成一座空城，凡是能够运走的，苏军全部搬走了。据统计，1945年苏军在东北一共掠夺了大约相当于当时13多亿美元的物资，还不包括苏军掠得的大量的黄金、白银、钻石等。苏军一年在东北掠夺的财富竟然就占到我们总损失的11%。更残忍的是，苏联肆无忌惮地抢劫平民，甚至强迫平民去苏联苦力，很多人去了就再也没能回来。不光光是对日本人残忍，甚至惨无人道地对中国人抢劫和杀掠。苏军搬走老百姓家里的一切物品，稍有反抗的百姓直接被开枪射杀，甚至有苏军居然光天化日就在当街强暴当地女性。苏联在那一段时间里所做的事情不比日本少，最后在英美和中国的强烈谴责下才被迫撤出东北。但苏联虽然走了，却让中国东北满目疮痍。本周子古巴劳尔卡斯特罗将退休，权力将移交给其指定的57岁的 Miguel， 将结束长达59年的卡斯特罗家族统治古巴的历史。新总统 Miguel 现任第一副总统，公开立场是反民主、反美。2017年，中国游客人次占世界游客人次的25%，但是其中会有几个人去看当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有几个人去看学校和市政府的，有几个人去看体育馆和教堂的，有几个人留心观察过盲人道的，有几个人观察过残疾人停车位和入厕设施的，有几个人观察过水利设施的。到国外旅游的国人到底看到了什么？又悟到了什么？长期受城管打骂欺压的商贩一怒杀死了城管，警察动用大批警车，出动大批警察，浪费大批资源带这位嫌犯去指认现场。你们这是虚张声势，还是故意制造白色恐怖？英雄商贩一路走好。下车了，没事秩序呢。
抓获了，给大老百姓一个交代，大快人心。中共的军队和警察都是用来恐吓中国人民的工具，而且养活军队与警察的恰恰是中国人民。在美国，好人全在生活中，坏人全在电影里。在中国，好人全在电影里，坏人全在生活中。在美国，电影里的坏官员多，生活中的好官员多。在中国，电影里的好官员多，生活中的坏官员多。在美国，电影里可以腐败，现实中必须清廉。在中国，电影里必须清廉，生活中可以腐败。美国电影是娱乐，中国电影是以淫。海南自贸区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伪命题，也是一碗炒了又炒的馊饭。一回收来的世界一流的香港自由港你都糟蹋了，你有诚意。二 WTO 承诺你都不兑现，你有诚信，外资纷纷撤离，还有可骗之人。三没有市场经济，能有经济自由，浦东如何。四撒谎自己信，别人也会信。六条是最低条件，想想就明白了。企业不能自主，无法平等竞争，算什么自由贸易？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谁来保障自由平等公正的竞争？没有地方自治，一切由中央操盘，何来特区？防火墙内，潜规则下，能有自贸区存在的余地吗？所以六条都是必要条件，缺了一个，就是叶公好龙，一事无成。药监局也被逼出来了，仿佛事不关己，一脸无辜。怎么了？怎么了？你们这样，你们那样，尼玛，红毛毒酒变成非处方药，药监局罪不可赦。自己开会商量拎谁出来领罪，红毛药酒的逻辑死局。你说含有豹骨，你违背动物保护法，你说你没有含豹骨，你就欺骗消费者，总有一款适合你的罪名。总统一次暗示中俄汇率操作的玩火，推文马上被华尔街日报点名批评了。注：按美国政治例行规则，为避免外界对汇率的猜测和误解引起市场波动，除美联储独立行使职责外，与汇率相关的问题一般仅由财政部长评论，白宫应避免直接发生干预。然而川普不循惯例，大小心老道国贼很多，一直得不到强有力揭露和打击，就此可见郭文贵是勇敢和睿智的重大价值。更多人出来给国贼每人带上一个全球定位装置，他们到北京国贸1808房，使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占有多少女人指指点点，来美国使我们就可以量贼赃私生子女等方式对付他们。伟大爆料革命就将上一大台阶，向深度广度扩散。力量不是上帝，上帝才是力量。我的眼泪随着白颊黑眼 Barnacle Goose 的孩子从400英尺以上的高崖一起下落。神的儿子裂天而来，钉在十字架上，受此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而复活，升为至高。死亡的硬度与深寒，世界的危险与强暴，与小燕的弱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有一种胜利被称为是基督的胜利。A perfect launch and a controlled drop. This is as good a descent as it's possible to make.
Its parents are there to meet it. A little dazed, perhaps, but all in one piece. One gosling, at least, hasn't made it. And this chick appears to be in a bad way. Oh.